今天也很感谢我们中央国小的校长以及带领他们来的老师，感谢我们的嘉宾媒体之外，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记者朋友到场来做支持的部分，让这个说明会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。大家都还蛮关心小朋友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，一定都有进步的，对，但我不方便帮孩子发表这个事情。是最近有去探望他吗？我没有。对，儿子也没有？小孩子都有，小孩子都会吃。是，所以回去会稍微聊一下就是爸爸他的健康状况，或是有他们都会说担心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孩子就是很担心的讲给我听，开心的时候现在是比较多的。对，所以这样的话明年啊，有没有对自己有其他期望啊？变十八岁吗？回春吗？这是我比较想要的，因为前面浪费了十几年，我不能这样讲。还有最感谢的人会是谁啊？好多哦，好多哦。哎呦，哽咽。妈妈。所以家人是给我最大的鼓励。妈妈年纪很大了，可是她就是省吃俭用，就在后面一直预备的，想要伸出她的援手。对，但女儿很争气。之前有听说小胖老师有做一首歌，就是在写关于两个人。是有的，而且他唱片公司可能会发行吧，就在一月的时候，我不是太清楚。对，那过年的话会带小孩一起回去，会看爸爸或者什么？关于探望爸爸的事情，我觉得孩子自己都够大了，他们可以自己去，就是谢谢，他们可以自己去看。谢谢，他们可以自己去探望爸爸，可以陪爸爸过年。耶诞节他们也是自己去陪爸爸过耶诞节的，对，不需要我。我觉得我现在是开始我自己的人生。